他们的中路直接把兵给清了。当学问走过漫漫古道，凿刻入千窟，心也可以在梦中苏醒。我不让你打到我，我又清得到兵，对吧？你劈啥呢？你一丝一毫都耗不了我。受不了，这他不会选择那个小野怪的，刚好那个小兵的血量比小野怪要少，结果被他吃了，我很亏。他比我多了几十块，又比我多了经济，你是不是疯了哟？啊！完了，团灭。不注意的话要吃那个张飞的亏。书本是转瞬即逝的东西，唯有文明才能长存不灭。对面国服张飞，注意这点，他很强，这个张飞。对吧，你一个不小心一火的话就会吃他的节奏。受不了。不知古道上的风从何处起，可他去往。我以为他会直接走，你知道吧，结果他丢了个惩戒。你我的姓名将湮灭于野海，食人鱼随原上草木而复苏，最快速度把兵给清了。何谓不可触碰？队友交给你了。完蛋了呀，唠唠的呀，这个六不六，一点都不六啊。问题是你兄弟不能吃我兵线，你吃我兵线的话就废了，这把就真的输了，真输了啊。不能吃啊，这兵线不能吃啊，这兵线吃了就输了啊。你打不死他呀，又吃我兵线了。哇，好臭啊！张飞三年没刷牙了。你我的姓名将湮灭于野火，家乡的魂灵随原上草木。你看多强啊，都不让我靠近。还没断大吗？我还以为他断大了呢。再打我呀！一个好的辅助的话作用非常大。就因为一个张飞，我的队友全部都疯了。受不了。不舍得回家，有个炮兵，这个炮兵的话不能让他丢了呀。从愚昧中苏醒，
不，韩信你是傻子吗？他还在那里清兵不？受不了。辅助来跟着我，你再搭理这韩信的话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不能的，经济差的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，这经济。4300呢。心也从愚昧中苏醒。这辅助还不打算来吗？我需要你的保护啊，兄弟！你不来我都出不去。没得玩，开始撤退。这谁能受得了？张良很烦，其实你才是最烦的。辅助出个极影，然后一直跟着我。什么鬼哟？将学问走过漫漫古道，换凡心也从愚昧中苏醒。这辅助非常的不标准啊，来什么人啊，都被你吃崩了。你这经济吃完之后你也没啥用啊，你知道吧，吃完之后就去送了。现在没法出去了，这个塔掉了，我们这个辅助一点都不标准，我人不在，然后他赶紧把兵给清了。古道上的风从何处起？可他去往的是故里。这把的话，没觉得没有一个队友靠谱，没有觉得一个队友是靠谱的。当学问走过漫漫古道，凿刻入千窟，心也从愚昧中苏醒。我暂时不打架了，也不打算出去了。这语音识别识别也是烦。对不起，电死你。你以为我伤害不足，其实我带电的。学问走过漫漫古道，我们现在有蓝的时候可以一直是开着长弓，不要太出去，容易被直接被秒。打他，
Nice。我抓 Q 了。九杀了，兄弟们，九杀了，九杀了，我是活到最后的男人，我活到了最后，九杀了，九杀了。是转瞬即逝的东西，唯有文明才能长存永远。受不了，直接闪现过来秒我！开始撤退，这有办法吗？这仇恨值太高了呀！满满的仇恨值，直接过来秒我，闪现过来秒我，你懂他的急切感吗？哇，梦奇牛批，家乡的魂灵随原上草木而复苏。想听纯白的原声，把这个男的声音关掉，别闹好吧，不要花里胡哨，不要闹，一群臭不要脸的，还想听我的原音？等等我，想什么呢？张飞很强的。你我的姓名将湮灭于野火，家乡的魂灵随原上草木而复苏。跟这个张良一定要拉到一定的位置，不能让他大到，大到就没了。舒服，就是你身上没 buff， 都得死。龙声响起。梦奇有点靠谱的啊，梦奇还是比较靠谱的，还是比较骚的。他是被吕布给克制的哦，然后的话竟然都能这么牛批。